圣依婆婆、莎莎婆婆啊，一起上我家去给孩子们包饺子。可以啊，走吧。耶！我儿子吃豆子猪肉，我儿媳妇吃那个白菜，板条豆腐。我的儿子吧和儿媳就愿意吃三鲜馅儿。你的儿子呢？包一个硬币。谁吃谁好是吧？谁吃了谁有福。谁有福啊？对。那咱们包啊？可以。连和面顶着。对呀、啊，和面醒子，要我多肉吧？一段肉我和面。行，我和面行。就这一个刀吧，我要切菜呢。切菜那个那儿有板吧？这一块大肉可真够大。看，像交响曲似的。松松婆婆剁肉馅儿，叉叉婆婆和面，圣依婆婆切韭菜。我们三位婆婆分工多明确，我都出汗了。我也。我长这么大岁数了，第一次搓韭菜，看着我太笨吧？望见他们干活，我们留恋。我没做过饭，我不会做饭，就会做活，就会拿一缝纫机扎衣服。就是嘛，你完衣服就不来了。这次你儿子儿媳吃你包的饺子做的饭，第一次，还行，大年子就不来了。两个姐姐啊，我这个吧，这个知道是啥吗？肉松，我也第一次包这个肉松。儿子特别就是爱儿媳妇儿，儿媳妇儿不叫松松吗？然后呢，儿媳妇儿现在胖了，身上肉肉的，他就叫他肉松啊，给他俩一个惊喜。好，我开始包了啊。他这吧没有搅池子，拿小勺。咱们在家包饺子都有那个搅池子，对，搅池子完了在手上都不放下来。我怕得张开嘴儿，锁上个边儿。不行，太大了。试试。差不多的，我这个你可以煮去了。开几个锅的时候的，我都没煮过饺子。开几个锅？开心了。啥锅？当然开。开一个锅，炸点水，再开了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你怎么做，我不炸水。我也没煮过饺子，我也没做过饭，都煮不下吧？这么多呀，这个水少。这不要煮多了不破了啊？你看看，隔水也隔水多少啊？水多少啊？差不多了，这就这一半儿，差不多了。